各位股民请注意啊，明天 A 股要重点说一下了。A 股缩量上涨，成交八千四百五十七亿，但我要告诉你们三个重点，只要你知道了这三个重点啊，咱们就不怕后面的任何走势了。这里再次亮明观点啊，昨天八道股评身穿红衣特别强调啊，今天会变盘向上，甚至翻红，这也是继春节后提前告诉大家啊，会向下踹一脚之后的又一个变盘向上的剧本。侥幸上天有功啊，咱们又对了。 这里也感谢所有支持八道股评的兄弟姐妹们啊，不骄不躁，继续分析。那么明天又会怎么走呢？今天的缩量是好事还是坏事？北向资金再次流出，寓意何为？带着这些问题啊，咱们开启今天的视频分析。如果你觉得有用，记得点赞加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八道股评。今天是二零二三年二月七日，你现在看的是周二收评复盘的走势精讲内容。首先，在分析明天 A 股走之前啊，咱们先看一下上证创指大盘。 其实今天啊，我挺感动的，为什么呀？因为今天涨的并不多，但是从我的交流区乃至评论区里能够看出啊，霸道股评的粉丝们很开心。我真的想让所有的高层看一看咱们评论区啊，就这么一点涨幅，大家都特别开心，是不是应该让整个市场真的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拉升格局啊？所以在这个位置啊，希望大家注意啊，咱们虽然说。 改变不了 A 股市场走势，但是咱们可以分析它、预判它，让所有的粉丝能更加明确的知道后期应该大概率会怎么走，这是霸道股评应该去做的一个视频啊。早在昨天晚上啊，我就告诉大家，啊，今天市场会出现一个变盘，而且大概率是一个向上。为什么呀？因为我多次告知啊，在上周就说过，如果说踹一脚出现之后啊，那么到了三千二百五点下方。 直到三千二百点这五点区啊，切记啊，A 股市场是随时存在一个再次向上的功底的。这个功底原因是什么呀？一定要切记啊，更多的是一个宏观的问题。宏观上，咱们 A 股市场今年二零二三年肯定是一个向上的，这为什么嘛？因为汇率咱们在一个稍微高的位置，那么咱们升值就很容易。你外加美联储加息事件啊，虽然说闹得沸沸扬扬，但是一定要切记啊。 现在它是从七十五到二十五了，那么这种放缓加息对整个全球市场外围的影响会变得弱化，那么 A 股市场就能体现出它的一个价值投资感。为什么呀？因为它确确实实在下跌两年之后，现在在全球市场之中都是一个底部区域，再加上咱们的口罩问题的解决，想一想啊，A 股市场其实这种模之下，它会跟随经济形成一个。 起码的震荡向上格局，而且我这里直接亮明观点啊，三千七百点今年一定会看到的，不管你信不信，起码咱们得有这么一个征兆以及预期，对不对？当然有人说了，今天 A 股市场是个缩量的上涨，那么是不是代表着说 A 股市场这里还有震荡盘呢？大家切记啊，下面这段视频咱们得认真听了，因为啊，这条视频咱们关乎到。 明天乃至近期该怎么去应对的问题？在飞之前提醒大家一句话啊，没有点赞和加关注的，长按点赞按钮三秒钟给钱了赞。而且我的视频是每天中午十二点午评精讲，下午五点收评精讲，提前预判和沙盘推演 A 股大势走向，你得加关注啊，准时准点来看。霸道股平，评只做有良心、说真话、揭穿一切黑幕内幕、骗局真相的走势精讲。咱们继续往下说。 首先，一家切记啊，今天还是有一个好信号的。昨天我说过，黄线在上，代表中小盘题材股的游资、机构、私募都是一个看好 A 股市场这个位置见底反弹的。昨天黄线在上，今天黄线又一次在上，而且大家看一看这个红盘率啊，A 股市场的红盘率今天已经三百，A 股市场的红盘率今天是三千多家之上的，所以就能看出啊，今天。 赚钱效应是有的，对不对？而且今天 A 股确实是有一种博弈的，在哪里啊？自己看红柱和绿柱啊，这种关系不断的变成什么呀？一种斗争就能看出啊。其实今天从红绿柱关系来看啊，红柱最后胜利了。那么这种缩量，大家一定要切记啊。大家看图，只要学过霸道平课程的人都知道啊，其实成交量这个东西啊，并不是缩量上涨就不好。 因为有一条规矩和法则是什么呀？是如果出现底部的时候缩量上涨，后面还有涨，为什么呀？因为你要知道它是从上面往下跌下来的，对不对？那么代表着说，是空头的力量大变到了空头的力量小，对不对？大家看图就能非常明显分享啊。如果以三千三百点为一个基准的话，它是不是空头那时候力量最大呀？ 往下跌到这里的时候，它的缩量意识已经达到了冰点地量了，对不对？那么这种模式代表什么呀？空头没劲儿了。这种模式下啊，如果说真的再出现红绿盘的斗争的话，就要看红盘多还是绿盘多。刚才我给大家看了啊，是不是红柱子多呀？代表这个位置从一个抵抗来看，多头胜利了，对不对？你包括今天又是一个单针触底的 K 线图。 包括下方年线在这个区域，以及二十什么线已经横穿年线了。这个金叉区域啊，大家注意啊，这里是不是出现一个啊、呃、两线的金叉呀？那么这种位置横平竖直下来的话，即便说明天乃至说近期还有回踩的话，都够强跌得了，知道吗？所以啊，这个位置我再次想，如果说真的有机会出现了什么再次回踩，再次回踩到三千二百点附近。 那还是咱们敢于逢低布局的时刻，知道吗？因为这个位置多头已经显示出它的一种力量了。你包括我再次亮明一种观点，是什么呀？是市场这个位置，你要看到 A 股市场没有利空，对不对？你包括说今天早盘又出现了一个啊、呃，咱们一个高层的一个很大的利好，这里就不说了啊，自己去看一看。那么这里呢是在干什么呀？ 是在维护这个市场，维护经济向上，维护二零二三年这个不要抛弃、不要放弃的向上态度，知道吗？但是呢，这里要提醒大家句话啊，今天这个缩量啊，一定要切记，它和明天是有关的。如果说明天的量不能超过今天的量，是会存在震荡的，懂不懂？所以今天可以缩量，但是明天尽量的，哪怕说你稍微放点量，也给我放出来。 这样的话才能够去闯关上方的这两根均线，大家注意啊，这两是不是有一个均线呢？这两根均线一定要切记啊，一个是十日均线，一个是五日均线，是快速线。如果说明天啊，再次提醒啊，不管它涨与跌，如果说真的敢于把这根位置站上的话，比如说横穿啊，甚至说把两根均线吃掉的话，那代表什么呀？代表市场真的要开启。 继三零三零点之后的三浪向上反弹了，真的吗？所以啊，这个位置大家要明白，明天其实很重要的，重要在哪呀、啊？第一，你尽量得放点量；第二，什么呀？是你如果出现一个小红柱的话，尽量把那两根均线吃了。你吃了之后，就代表真的要形成一个向上拉升了。所以，有些右侧派其实会等待这个信号。如果说你敢于把这俩均线吃了的话， 真的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啊机构啊私募那些右侧派再次涌入的过程，懂不懂？大家一边跟我讲啊，一边去评论区写一个六六六啊，全都去啊，这个评论对我很重要，大家都帮忙。咱们续往上说啊，那么这个位置，我个人感觉一定要切记啊，不管它怎样去做，我个人感觉这两条均线啊，不管明天吃得了吃不了，近期一定会吃了的，真的吗？ 所以在这种区域，大家可以接受这个震荡盘，可以接受在三千二百五十点到三千二百的区域形成震荡。但是咱一定要注意啊，咱为的是等待一个大宏观向上的过程，为的是等待一个中长线向上的过程。这种过程可能说确实慢点儿，但是我认为值得。为什么呀？因为 A 股市场今天有一个信号是非常好的。 北向资金其实今天是一个主要是离场的过程，可是 A 股市场都能够出现这根小阳线，代表什么呀？代表咱们自己是有内力以及说主力扶持的，懂不懂？再看一下创业板啊，你自己看看，两阴四阴加一阳，这种六阴加一阳的概率啊。 在后期应该说明天基本上可以证明，哪怕是个小红柱也会上上了。所以，一定要切记啊，这个位置又夹杂着是两根年线的支撑区，两个单针的双针见底，二是生命线在这里形成一个支撑。想一想，这种位置它会不会跌破？这种位置你应该谨慎，还是说应该认为这个位置是有机会的？ 这要看出来啊，而且咱们反观上证 K 线图啊，有人说现在 A 股市场啊，马上就要形成日线级别的死叉了，对不对？自己看是不是 M C D 形成日线级别死叉了？这个位置是不是会出现一个大跌呢？一大切记啊，你要明白前面那个走势图是什么样子。看也是两波峰之后出现到这里的时候，它既然要形成死叉，但是还是没有形成死叉。 又一次向上闯关了。那么这里呢，一定要切记啊，这个死叉切记啊，M C D 本身就是个后置的指标。如果说明天真的能出现一根小阳线，或者说后天出现一根小阳线的话，其实是可以改变死叉氛围的，懂不懂？所以啊，这个位置大家也不要把这个技术面啊看那么重要，因为技术面是辅佐指数行走之后所形成的后置理念，懂不懂？ 你包括咱们看一下六十分钟级别啊，前面我说过，这幅调整啊是按照六分钟级别、一百二十分钟级别形成的调整。那么现在的 M C D 你自己看看，是不是已经是两波峰，甚至说三波峰的绿柱底背离了？那么这里即便说啊，马上就要形成一个金叉了，所以你会发现啊，其实这里你要想一想，六十分钟级别调整都快过去了。 而且下方还有一根，你自己看是不是一个啊趋势支撑线的均线在这里形成一个支撑啊？所以啊，这种区域叫做什么呀？叫做分时级别见底征兆。那么这种区域啊，切记啊，按照理论来说，即便在这里再次形成一个震荡盘的话，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既然空头打到这里都缩量了，它还有多大的尿性，对不对？然后咱们再看一百二十分钟级别啊，注意啊。 这个一百二十分钟级别，其实我关注它很久了。要明白一个道理啊，如果说这里一百二十分钟级别出现底背离的话，那么其实是个好事儿，代表着说咱们有一个大的向上模式。那么自己看看，是不是有这种区域了？马上底背离的过程，而且最重要的什么呀？是咱们画条线啊，从三千二百二十六点这里啊形成向前延伸的话，你自己看前方这个位置是一个压力。我多次告知啊，因为。 前面它是一个压力，然后呢，如果说突破之后回来的话，就是支撑了，对不对？它不就是正好在这里吗？所以有些技术面啊，你得不要总是单纯看着 M C D K D d 你起码说看看什么波浪理论呢，以及说啊什么啊黄金轨道啊，甚至说相体法则呀。所以咱们不能单纯用一个指标去做一些市场的分析和预判啊。要明白一个道理，其实 A 股市场。 想要去真的摸索透它，你得学习啊逻辑面啊什么外资面以及整体的国际面啊美股面啊高层面啊，甚至说很强大的宏观面、微观面都要看。我多次告知了啊，我认为啊，我不相信在全面注册制实施的这一段时间内，为了让整体市场平稳运行，它会出现大跌，因为这条消息。 全面注册制是咱们酝酿了十年，绣花针一般的去把它做出来的。那么这个位置，即便说面子也得形成一个稳定的上市，以及说规划。所以这个位置切记啊，我相信咱们的高层是看着这个市场的。如果出现大的问题的话，一定会保护咱们的，知道吗？最后总结一下啊，明天需要放量了。如果不放量的话，确实会存在震荡盘，但是这里。 即便震荡盘也是敢跌敢买的，因为它距离三千二百点去很近，懂不懂？咱们要亮明这个观点，无论别人怎么说，无论别人怎样望风使舵，八道武评依然要作为一个旗帜鲜明的看多派。八道武评的专栏课程啊，大家切记啊，现在已经更新十节课了啊，这十节课呢，不仅有大招，还有对全面注册制的分析，以及说怎样应对不被大亏，甚至。 二零二三年为什么是牛市？牛市怎样去改变扭转熊大亏的结构？这些课题啊，大家慢慢学习。后面还会更新十来节，去跟大家说什么啊？很多技术大招啊，甚至从零开始怎样学会达到一个高手的炒股进阶方案。所以，切记啊，点击霸道股评头像，进入专栏区购买一下这个大课啊！还是那句话，霸道股评确实说话墨迹，但是。 我认为这是对你们的负责。好了，新朋友记得加关注啊，老朋友记得点赞。咱们明天中午十二点啊，再来看一下整体的上午走势，来分下 A 股五评。